老林，生日快乐，一起喝两杯。来喽，两碗寿面，趁着赶紧吃啊，小姐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也要收摊了。改天吧，真是扫兴得很。老雷，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哟，你是不晓得啊，老熊他整天待在屋里头，也不晓得在忙些啥子哟。哦，差点忘了，我给你准备了惊喜，给你介绍老熊的得意新作 MCI 通讯仪。有了它，追踪定位、实时对讲都不在话下，样子是故意做旧的，跟当年咱们小队用的款式一个样。等我给你演示啊。农民请注意，农民请注意，速到川味面馆为雷德文庆生。重复。别闹了，快吃面吧。哎，就是啊，老兄你低调点噻。大爆炸之后啊，一直不太平，又是宵禁，又是查军械的。哎呀，这个日子啊。怕什么？军团那帮铁狗，蹦跶不了几天了。最近我干了票大的，嘿，把铁狗的增压机系统给黑了。老雷，一起加入组织，咱们俩再干一票大的。干，跟铁狗干得有当年的家伙呀。哟，老雷，咱俩想到一块儿了。那个铁拳我已经替你修好了，别再折腾那堆废铁了，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。什么废铁啊，虽然我没法让整个装甲复原，但至少那个铁拳你们小声点儿，最近风声那么紧。已经六年了，就算你修好了那个拳头又能做什么呢？都过去了，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老兄，依我看现在确实还没到时候，再给他一点时间吧。已经六年了，难道他要逃避一辈子吗？怎么回事？老熊惹事了，刚刚铁狗啊来面摊把老熊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是老熊的东西，我给藏下来了，搞不懂你们老兵的东西交给你啊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机器还能工作，我看看能不能定位老熊。我知道这个机器七号房现在了没有啊，老熊被抓到火炬堂了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凶多吉少啊。我是没听说过哪个农民能活着离开火炬塔的，这下哪个办嘛。我这就去火炬塔把老兄带回来。你真的要去冒这个险呢？你知道的，老兄是我在火炬城里唯一的朋友了。这个东西是老熊留给你的，他说你会用得上。
还还不如我们充电。若是因为大笨熊黑了咱们的系统，现在全城的增压机都不让用了。那笨熊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再不让用，我就快没电了。那你就闭嘴，还能省电。这机器，老熊做过什么？